非常感谢工控网这次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来展示我们亿维自动化公司的产品。本次产品我们带来了亿维自动化公司的最新产品 UH300 系列的 CPU， HMI。 这个 HMI 大家可以看到跟我们之前500系列的那个 HMI 大为不同，它的外观上面采用黑色，外观更加漂亮。后面的接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接口更加丰富，有端子形式的，还有串口形式的，有232的，也有485的，还有以太网口的那个 CPU。 这个 CPU 这个HMI 我们有7寸的，还有10寸的，这个两种尺寸。然后我们还带来了最新的124-1系列的 PLC， 它这款 PLC 最大的改观之处就是增加了以太网口功能，这个功能支持部分的 S7 协议，支持Modbus TCP 的协议，在原有的基础上两个串口的这个功能还是没有改变的。这款 PLC 它的性价比高，通讯口比较多，非常适合工业的这个两网通信这一块。本次还带来了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这个 US100 系列的伺服驱动器，这款驱动器它的性能稳定，接线很便捷，它的接线不是通过那个九针的串口形式，它是直接通过端子形式，就避免了焊线的这些麻烦。内部有自动回零的功能，内部还带有多档位置的功能，整体来说非常实惠，性价比很高。它还带有一个很方便的上位机调试软件，在工程师在现场调试的时候会非常方便。好了，这一次深圳亿维自动化公司在这个展会上带来的最新产品就大概就是这些。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网、我们的服务号上面继续关注我们的产品，使用我们的产品，谢谢。